姐妹们看刘大姐这个眉毛画的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来这边我教你们画一下子啊，给你们出个教程。首先眉毛想让它不长不长不短，找到眉毛的黄金三点，眉头内眼角上方，眉峰外眼角的上方，眉尾在鼻翼到外眼角的延长线上，这个就叫眉毛的黄金三点。点找到了，咱连线眉头连接眉峰，哎，手一定要轻一点啊，然后眉峰连接眉尾处上线，然后画下线，来回来回的去画。画眉毛切记不要一笔到头，下线的眉峰连接上线的眉尾，那这样一个眉毛的形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形出来以后咱们填颜色，填颜色的时候咱们从眉尾去填啊，眉尾的颜色稍稍的淡一点，然后往前，哎，越来越淡，眉头轻轻带几笔就可以。眉头啊，用小刷子去给它晕染一下，大概的形就画出来了。然后有瑕疵的地方我们借助这个遮瑕膏，哎，给它遮一遮，纹过的底色呀，标记过的地方呀，哎，画多余的地方呀，都给它遮一遮。姐妹们看一下好看的眉形就画出来了。更多技巧在直播间，给刘大姐点个红心，留个关注啊。这个眉笔刘大姐非常推荐啊，爱下色，颜色均匀，不结块，不掉渣子，不卡顿。我用的这个叫深咖色啊，这个颜色百搭一点，不会选颜色的你们可以选这个颜色，下方链接还有其他的规格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。